当您刚从广岛的公交车迈下双脚，您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从这里开始探索真实的日本历史，这是一个通向神奇山阴的门户。神殿和寺院、花园和水路尽收于此。这里不仅仅透露着古老的迷思，还有现代的华彩，传统与时尚完美结合，等着您来探索。这里还可以体验骑马、漫步林间，仿佛进入到西部片的世界里。无论您是行走、闲逛还是漫步，在这里您总能留下无数难忘的记忆。不远处总有壮丽的山脉和渔村，在那里时间停止，生活节奏悠然舒缓。下一个景点是大海，在那里您可以把脚丫子踩在软软的沙滩上，呼吸着新鲜的海风。海天一色，从天边望到地平线，身心放松，一切在眼前静静流淌。我们为您提供轻松简便的交通工具，让您善用时间走到最好的景点。您无需奔波，就能在日本尽情展开一段探索之旅。时间会改变一些东西，不变的是我们对于新体验的渴望。欢迎来到山阴，这里为您提供最多的舒适感和不同风格的景点，让您随心所欲，自由旅行。